你怕鬼，他怕鬼，我也怕鬼，全世界的人都怕鬼，吓死人了。欢迎收看英英姐说鬼故事。阿翔啊，是个房东，他把小小的屋子啊，千方百计的改造成11间更小更小更小的小套房来出租。香港人呢叫这种房子叫通房。结果呀，这房子本身就不干净咯，有一个小鬼强仔，他的冤魂啊就一直跟着阿翔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有小孩子一起玩的时候，他们大人就算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么多了一个强仔。喜欢我今天讲的鬼故事呢？由我主演的《鬼同你住》在台湾上映了哦，你们一定要去看哦，真的很好看。假西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人，一定爱去看哦，知影无？